因为我们这一 part 呢是最舒服的，对啊，完全没有流汗的。真的，我们是这拍了这么多年的 MV， 然后呢是在这个冷气房里面拍摄。对，而且呢，就冷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隔着玻璃窗的阳光底下互相取暖，对对，热一热这样子。因为其他的组呢，他们都是在太阳底下暴晒啊，骑脚车啊，开车、拿哑铃啊，不知道干嘛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拍的这么舒服，代表说我们在今年2016年应该会过得非常的好。耶，恭喜！反正 go lucky。而且再多脑子的动作也没关系，这样子才有气氛。看，最好的一组就是这样哦。Practice make perfect， 我们有练习。现在我们在等着我们 set 好，然后我们就拍第四个镜头。哇，我们的这个单元啊，就是声。高声的声，看到有老师啊，还有学生。刚刚他又跳桌子，因为我们要越跳越高啊。对对，现在大家会期待我们这个课室的一个啊表演尖端。慢慢的不停。我们这一次呢要录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提高自己，踩别人。而且刚刚呢，我们才四个 take 而已哦，就真的是完美，很完美，非常完美，超级完美。对，虽然有一组是三个 take 啦，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不正常，我 stop 掉这样子。触电，而且为了出位而出位哦，是不好看的。对，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组是乐龄组？耶，走出来。还有呢，还有一组呢，怎么了？还有一组上面的我都尽量装得了，真的。慢慢的不行，这我们是自然活力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其实很平均，无论是衣服的搭配、高度啊，或者是那些人都是靓人靓景，对，高素质的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除了说有跳舞之外，其实我们的脸部表情你要注意看。各有特色，各有千秋。所以来总结一下，我们录这些东西呢，是要提高自己，踩低别人，踩扁他，踩扁他。哎，我们这样打你，这里会懂的。